众报案，发现所饲养的六缸红鳟鱼不翼而飞，疑似遭窃，向警方求助。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，却发现鱼缸周遭皆无人靠近。后续发现一只白鹭鸶蹑手蹑脚靠近鱼缸，往鱼缸内啄了好几下，大快躲离报案人所饲养的鱼只，让报案人误以为鱼只遭窃。本所员警接获民众报案，发现所饲养的六缸红鳟鱼不翼而飞，疑似遭窃，向警方求助。经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，却发现鱼缸周遭皆无人靠近，也没打捞窃取行为。后续发现一只白鹭鸶蹑手蹑脚靠近鱼缸，往鱼缸内啄了好几下，大快躲离报案人所饲养的鱼只，但报案人误以为鱼只遭窃。